及比丘朝向光明，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、逍遥、自在。二、堕彼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，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守，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，如中国、印度等。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逼，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，甚至竟将制造威力极大的杀人武器。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，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，无数挑战，伤亡无数。滥用科技文明，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，造成大气臭氧层之破坏，全球性后的变